亲爱的客栈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档慢综艺，不过因为之前陈翔、阚清子都在参加了这档综艺之后分手，让不少人戏称这档综艺又名分手客栈。第三季嘉宾阵容曝光后，因为没有情侣，刘涛的丈夫王珂也没有参加，并有网友表示这一季要打破分手魔咒了。然而之后陈翔晒出了一张大合照，却让不少人再度担心起来。在这张合照中，林心如和刘涛亲密地站在一起，两人的状态都不错，和小十岁的阚清子同框，也没有被比下去。只是林心如的脸看上去并没有刘涛那么紧致，岁月在她身上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涛的身边还站着王珂，难道说好不参加的他又准备挑战分手魔咒了吗？不过很快就有网友澄清道，王珂只是过来探班的，看来这一季是真的不会再有什么情感问题了，就期待正片的播出吧。